下去。用啥？下去打网打地嘛，这么说打不到地。他这个技术你他说这个什么样的，什么样的网他逮不用啊？看这网你吧，这网你看这下他有。一个大点的有没有？有，这网有。网子，有。老妈，咱看这有鲑鱼吗？有。我下去。找两个绿色的，就是这个。家里面，人家干的都是他家的，算是窝他哥。他不愿打鱼，弄的是呢，不干的。还来了我们村头一个人，这福气挺好。弄的是六月八号抛的，我操，一百块钱。嗯，我操，重要大的是有鲑鱼，有大的。八百两是这个大杀技术。黄河大碾皮儿的都是，我操，那个挂网了，没有，那个是不是在哪里？你要有这个，这么接，那你给他呗，啊，这不少。好网，我娘，这网是真好，网好是，网好。一个网也好使，4米5，二指。那抓鱼是应该是没问题。八百两少不了啊，他没崩这网。也不一定。技术少不了是真的，那在技术上崩呀？嗯，不是，有时候他一动片子一箱杆上去，跳杆有多少呗？没多。有时候连鱼拉不出来啊！哎，没有技术呀，肯定。我这网是抓技术的网，你逮别的逮不住。这是鸡冠网，啥子一个？这里的小鸡，我旁边还是堵着的。小鸡冠网。这些东西给从哪儿弄去？都找路，不要。我打的要都接这个。没多少。你找我去。